好，昨天讲完了 Telegram 跟这个 Line@ 官方账号的重大区隔之后呢，有好多朋友来讯息跟我讲说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就是转到 Telegram 之后，发现功能真的好好用，好好玩啊，然后呢又好简单哦，又好简单，所以但是有的人反映说，桌机版到底怎么安装？因为它里面有个功能，就是你桌机跟手机的同步速度非常的快嘛，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免费的云端空间、云端硬碟，可以把档案直接丢上去，然后手机跟那个电脑就可以直接同步了。然后讯息打到一半，电脑也可以接着打；电脑打到一半，手机也可以接着打，所以行动非常非常方便。那电脑版怎么安装？电脑版主要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就是直接下载电脑版的软体，另外一种呢就是使用 Web 网页版。网页版呢，先讲一下它的官方网址，就是 telegram.org，哦，telegram.org 就是它的官方网站。那如果要用网页版的呢，直接在它的这个网址的前面加个 web，就 web.telegram.org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官方网站这个 telegram.org 里面，如果你要直接用安装下载的方式的话，就是在底下这边，不要选错哦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。Telegram for Android 手机版啊，上面这个也是手机版或 iPad 版 iPhone，然后这边是Windows Phone，那下面这个才是 for 电脑，好 PC Mac Linux，那你就下载这个 PC Mac Linux，把它点击一下啊。如果是电脑的话，那我自己是 Windows 10嘛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个 Get Telegram for Windows，你就点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击之后，它就是一个 EXE 的执行档，安装了这个执行档。然后输入的画面，因为我已经安装完了，现在你们看不到。输入的画面呢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你现在看到已经是我登录后的状态。那登录的画面呢，就是你一样输入手机号码，然后他会发一个简讯给你。那他如果没有发简讯给你，他底下有一个按钮是直接请你再点击，他就会再发一次简讯给你。那你再输入简讯，你就简讯的验证码，他就会直接登录这个软体里面去了。那安装的时候，它会显示英文版。那你就直接安装英文版，然后呢，一样你就加入我的这那个，你就追踪我的，我把它放在网址放在底下，你就追踪我的那个频道，我的频道的置顶的那个讯息里面就会有一行，你就点击那一行那个转中文的哈，点击那行转中文的那个网址，点一下你就变成中文版了，好，就那么简单。然后进来的话，这个讯息就是我现在不要点左边的人头。左边的时候点下去就会看到我跟对方的对话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它就是电脑版了。那电脑版左边这边点开，这三条线点开，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建立群组或是建立频道，或是你的联络人，好，看看你的联络人，然后这边全部都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，好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是我自己的，没关系，我的对话记录。然后右边有表情符号，表情符号点下去，它可以有动画，它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表情。好，那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重点哈，我们讲的重点是频道。我们现在针对商家来讲哈，以商家的角度来讲，或是一个讲师、一个网红、一个 KOL、一个名人，那你要利用这个频道去建立这个频道之后，你可以去广为宣传你自己。那最好玩的是。它，比如说我建立这个叫付费频道，好，你看这两个字它叫广播，对不对？广播的时候我可以去传送，随便一个图示，有没有听到？叮，我连续三只手机都响了，就是我一群发，我的广播群发出去之后，我的每一只手机都会响，因为我目前有三只手机，都是这个都把它模拟成我的粉丝就对了，所以这个频道它没有人数的订阅者，没有人数的上限，那就很恐怖啦。我昨天讲的啊，如果你有100万个粉丝，你是百万 YouTuber 的话，你这百万人全部都订阅你的 Telegram 的频道的话，那太恐怖了。你发一则讯息，所有100万个人都收到，完全不用钱。那说 YouTuber 也不用钱啊，问题是 YouTuber 他是有勾小铃铛的那些人，他可以收到的是电子邮件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在台湾收电子邮件的人，你问你自己就好啦，问你自己就好了。你多久开一次电子邮件？还有你的 email 里面是不是混杂一堆讯息？
但是目前 Telegram 这个平台，它比较少人用，所以你现在当先驱者，你发的讯息比较少人会收到，不，你发的讯息保证他们会收到，因为用的人很少，使用的人群发的人很少，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多，那群发的人越来诶、欸、会目前很少。之后你看我这支影片一出去，昨天这支影片到现在就已经快要1000人观看了，所以我觉得在一年之后，应该会像 Lite 当初，我记得 Lite 当初在2015年刚推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做线上课程，我是台湾应该算第一个做 Lite 线上课程的讲师，在2015年的年初，Lite 刚出来，Lite 在2001那时候叫什么什么电价忘记了，在2014年的8月其实就出来了，但是一直到2015年。才正式开始让所有一般人都可以注册。那个时候我就做线上教学，就很多人哇，一年之后还不见得所有人都知道哦。可是 LINE 它是一个官方盈利的单位嘛，所以他们非常的主动去打广告啊，让大家知道有 LINE 的这个东西嘛。后来大概3年之后，几乎所有的商家，包含牙科诊所啊、店面啊、所有一般个人的讲师啊，都已经会用 LINE 了。现在时局不一样了，好，Lite 涨价了，没关系，Telegram 真的很好用，用了这2天，真的发现好好用哦。我虽然好几年前就装了，可是都没有去研究它。那这2天一玩下去，哇塞，真的太棒了！你看，就是一群发出去，所有人都会收到，真的很方便。那你赶快去下载这个电脑版，不要下载错了。好，你电脑版安装完毕之后，你的手机跟你的电脑全部都可以马上同步，哦，真的，那同步速度真的超快。好，先讲到这边，订阅一下我的浏览包网络行销八连档，连接就在影片的最后面，QR code 扫一下吧。而这些讯息我再公告在我的网络行销八连档里面。OK，拜拜。